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准时收看《稳操胜券》节目。那今天的大盘啊，涨多了之后啊，哦，受美股的一个影响啊，那美国包含道琼嘛、纳斯达克也好、费半也好，三大指数的话，哦，纷纷的哦出现所谓的重挫。好，那这个下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机点的话，啊，包含呢，啊，台湾的股票市场，啊，日本、韩国的一个股市的话，好，都会受到影响哈。那投资人目前为止他的心态是什么啊？老师啊，啊，目前为止啊，大盘大跌了118点哎，是不是啊？开始走空了。我相信每一次的一个拉回修正也好，那投资朋友们啊，目前为止啊，心中都有个疑虑，老师，这个大盘是不是即将要走空了啊？其实这个判别的方法哈，你以所谓的上升轨道去做出个判别嘛。上升轨道如果说没有跌破这个最低点的位置区啊，你把它做出个连结嘛，哦，把它去做出个连结啊，刚刚好大概位置就在季线的一个位置区啦，这个地方往下修正，好，到所谓的上升轨道线的哦这个附近的话，如果没有跌破，好，我相信啊，目前为止都是多方操作了哈，那在之前的上升轨道里面，你遇到了很多次这个地方拉回修正。这个地方也遇到拉回修正啊，这个地方拉回啊，你看，经过两个月啊，两个月震荡整理拉回修正啊，它还是一样创高。好，那近期而言的话，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啊讨论的比较多啊，我把这个图稍微放大给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啊往下的一个跳空缺口，跟现在出现的往下的跳空缺口完全一样。好，那这个缺口啊三日之内没有封闭嘛，啊，它反而啊四天的回档修正，两天的一个上涨。这个所谓的缺口就封闭了，好，不止封闭啊，它还出现所谓的往上的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嘛，以致加权指数啊来到10500点啊，好，那目前为止的话，你要记得了哈，它只是涨多了之后啊，哦，开始拉回做出个修正，目前为止乖离率是过大了，好，那目前为止的话，你要注意到啊，你先前可能啊注意到盘面的一些重点股票啊，可能最近涨多了，哦，开始休息了啊，包含所谓的台积电。2317的鸿海，啊，包含所谓3008大力光，现在这些股票都涨多了，啊，涨多的股票它就要面临稍微休息一下，啊，休息一下再出发嘛。那后面该哪些股票会接棒？啊，这个你要注意哦，你要利用今天啊，目前为止盘势不是很好的时候啊，你要去想一下，啊，我后面要去买什么样的股票，我后面要去买什么样的股票，啊，它会大涨哦。那我们给大家一个方向了哈。这个是加权指数，好，那如果说你要买电子股的话，好，我相信以加权指数而言的话，电子股的话，好，它在高档区啦，当然还是有一些电子股啊，你可以去目前为止啊，可以注意一下，但是它要在所谓的相对的一个低档区哈。那你今天看到的这档股票叫联电，来，联电是最近才涨的，不是现在啊，才涨，是最近啊才涨上去的嘛，不是过去涨的。2454的联发科也是一样啊，它是最近才涨上去的，啊，这个3081的联雅啊也是一样，最近才涨上去的。我为什么会举这三档股票来作为一个范例啊？也就是说，目前的股票还是有很多的股票，啊，它正在处于所谓的发动区啊。但是一鸣老师最看好的股票，最看好的族群啊，我想把它集中火力，啊，我认为第三季生技类股。生技类股，啊，它的机会最大哈。那有人的股票操作了哈，那看看基本面，啊，非常不错啊，了解这家公司到底做什么的哈。那 EPS 到底好不好哈？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基本功啦，啊，学学技术分析，啊，不管你是学均线也好，你是学波浪也好，你是学所谓的 K 线也好，这个也不错，啊，可以增加大家的一个功力哈。但是股票的操作啊，一鸣老师在股票市场20年了。好，终归一句话，这档股票到底有没有人做？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嘛。如果说你单凭技术面你能够赚到钱，那我要恭喜你；你单凭所谓的基本面你赚得到钱，那我也要恭喜你。
但是老师还是要跟你讲的，这一档股票，你要去做的股票，你现在要去买的股票，啊，到底有没有人做？啊，我认为这是一个重点了哈。来举这档股票好了，这是308的联雅哈，来，同样一档股票嘛，这个地方你去做啊，啊，你一定是了解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做这档股票嘛，没有人去买这档股票，啊，大家都不看好嘛，啊，所以说你这个地方你去买哦，没有人做，你可能会赔钱。好，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开始有人做了，那你去买，我相信啊，这个大涨啊，哦，你应该是可以赚得到钱了，哈，应该的哈，应该是有话都探究急了哈。我就举这档股票联雅了哈，那联雅股价我相信近期的话涨多了哈。也应该要怎么样拉回修正一下，也应该要拉回修正一下哈。我先讲一下联雅，我们目前为止啊，哦，我们是赚钱的，啊，我们秉持的就是说，你在这个地方去买，你得到什么样的消息？你在这个地方你去做出个操作，为什么它会大涨？是不是因为有人做？啊，是不是？你要去判断一下，股票当然有人买有人卖了哦。那当然有人就赚钱嘛，好，这个地方是关键。什么人知道在这个地方会发动？啊，这是一个重点啊，啊，就等于说今天你看到联电一样啊，联电目前为止啊，你看这个股价，这个大单在敲啊，现在成交量啊40000多张，比昨天的成交量啊要多了30000张哦，那现在又差一点拉到涨停板了嘛，哦，又差一点拉到。涨停板为什么之前啊都没有涨？啊，为什么之前都没有涨？为什么在最近啊？你看这个量也放大了，啊，量也放大，今天的量预估量啊放得更大，啊，等一下会不会拉涨停啊？我不知道了哈，现在大概差个一档两档了哈，等一下会不会拉涨停我不知道，啊，但是这种股票你认为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做？好，有没有人做？这个才是重点啊。哦，资金啊，会往有人做的股票啊去做出一个靠拢哈。联雅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了哈。我相信我之前跟各位验证过了哈。低档区的联雅，我们看到的东西跟你看到的东西有点不大一样。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你去买，啊，你能够赚得到钱。好，我相信我的简讯啊。在节目里面介绍也是非常详细的哈，我就跟你讲联雅，啊，308的联雅你要注意了，啊，当然我们的简讯内容啊就给我们的会员啦，啊，我说一档股票可能你要看准了，啊，你要看准一点你再出手了哈，有时候股票操作不是很多档，啊，一档两档真的能够创新高的，真的能够帮你赚到钱的，啊，这个才是重点，啊，当然。好，哦，这个买卖公开证据嘛，我们就敢跟你公开，哦，我们就敢跟你公开。那后面该买什么样的股票会赚到钱？是不是生技的族群？啊？你先看位阶安不安全，最近有没有出现啊买单？这个量的部分会告诉你嘛，啊，那我本身是非常看好生技的族群啊，我相信不管在昨天的节目里面，啊，我送给你的资料，你拿到手中以后，我相信你已经得到一个验证了，你已经得到一个验证了，啊，你手中的那档股票在近期而言的话，它是生技的族群，它在近期3天之内的走势，甚至一个礼拜里面的走势里面，它是步步高。好，一路的创新高，好，当然，你昨天打电话进来的，可能这份资料在你手中嘛。我先讲这份资料非常重要，重要的在什么地方？啊，重要的在什么地方？它是生技的一个标股啊，啊，它是生技的一个标王，啊，为什么叫标王啊？标的快啊，不见得会成为王者。对不对？很多股票都很飙嘛，那我称它为飙王啊，有我特别的意义啦，
有我特别意义啦。如果说你这份资料你拿到的，它叫承先启后嘛。那我想问一件事情啊，今天台股下跌了118点，我们这档股票生技的标王承先启后有没有持续上涨？你回答一鸣老师就可以了。啊，有没有持续上涨？好，这个地方是有东西的哦，你打开来你自己看到喽。哦，不要到外面去讲哦。那这档股票我们一定要公布的哈，来看一下这边哈，来，第一天没有跟你算，啊，起涨点我们不会跟你算的哈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啊，你先算第二天跟第三天，两天接近大涨的10%，第一天还没有算，今天目前为止大盘，啊，不是很好了，这档股票，生技标王啊，承先启后啊。我把它名字取得非常好，前面会涨的，他把它接起来，他准备要去开创一个新的局啊，叫承先启后。好，那这档股票，继连续3天创新高之后啊，目前为止还在涨，啊，目前为止还在涨。好，那老师说昨天要加码嘛，加码什么样的股票？啊，来注意了哈，我说昨天你没有拿到我们生技标王的哈。那老师加码，来加码哪一档股票？它叫生技的爆发股，哦，老师啊，标王跟爆发股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标王它会一直飙，像今天大盘不是很好，它一样涨。那爆发股呢？它速度特别快嘛。哦，我取这个名字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，速度特别快。那这档股票的名称啊，叫百人研究，100个人啊，去研究它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研究它？因为它叫做爆发股。那我再问各位一件事情，这个够不够爆发？啊？有没有符合这三个字？有了哈，够不够爆发？第一天先涨10%，第一天先涨10%。好，那老师啊，爆发以后后面应该还是要持续爆发，没有错嘛。好，你先看到爆发第一次嘛。好，那如果说后面没有持续爆发，那就不叫爆发股。来，这10%我给你加在第二天里面啦。好，总共加起来就15%了。啊，第三天怎么样？持续上涨嘛，创新高嘛，所以说这3天加起来啊，上涨了18%，不是军工教的18%，是这档股票啊，爆发股的18%。但是我要问你哦，来导播拉近一下哈，来这档股票你要特别注意哦，爆发股涨完了吗？今天有没有持续涨？有，啊，老师啊，你的股票好像都没有受到盘面的影响啊，的确是没有，好，的确是没有了哈。那好的股票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啊，要来分享一下，可以啊，我非常同意。也希望各位啊，今天好打电话进来，不要客气。先前拿到生技标王的，你验证了，现在加权指数下跌，这张股票标王就叫标王，还在涨。爆发股，来，这张股票叫百人研究嘛，够不够爆发？够不够爆发？来够嘛啊，哦，3天大涨了18%。好，那我先讲哦，刚刚你看到的生技的啊，哦，这2档股票爆发股啊，哦，一档叫爆发股，好，哦，一档叫生技的标王，标王你可以打掉进来拿，爆发股你也可以打掉进来拿，好，哦，我们你打掉进来拿的时候，我们会跟你验证的，啊。好，但是我今天要推出一档新的股票，我希望在这档股票还没有涨之前，还没有涨之前，你赶快布局，哦，因为三大法人哦，好像开始对于这档股票，哦，有点兴趣了，实际的买盘呢，哦，哦，开始动作了，但是买盘还不是那么多，这个时候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抢得先机啊，好，哦，那今天看到节目的哦，看到我们稳操胜券节目的。你要记得，等一下，等一下会进广告，广告当中有一个电话号码，
你能够在一分钟之内拨通的，你就可以拿到一鸣老师现在这份非常珍贵的资料啊。它叫做什么？三冠王。我先讲，这档股票还没有涨哦，等着你来布局哦。还没有涨的股票，你赶快打电话进来拿哦。拿到以后把黄帝子打开，不要去跟别人讲。好，我把它一个取个名称叫药王之王。药王之王，啊，这边有两个王嘛，啊，药王之王，这边有三冠王，啊，这档股票到底会不会成为三冠王？我要你把资料拿回家，我要，啊，请你把这份资料拿回家，我们会在节目里面持续的来跟你做出个验证，啊，现在节目等下会进广告，进广告的时候你一分钟之内，记得一分钟哦，为什么是一分钟？我也不希望太多人啊拿到这份资料了啊、哦！你只要能够在一分钟之内打电话进来的，我们这档股票三冠王，等着你来索取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分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韵达投顾致富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后靠弄底家啦！即日起身装韵达投顾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韵达投顾 APP， 或电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来注意看到电脑萤幕，来亮灯，联电亮灯了、啊。老师是不是你拉的？绝对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玉米老师在这边，我一直都没有离开摄影棚，我一直都没有离开摄影棚。进广告时间，我也不会去外面打个电话，绝对不会。来，再看一次好了。股票要有人做、啊，这股票要有人做、啊，没有人做的股票啊，你说它会涨停板啊？这个问题你好自己好好想一想，好，这个问题你好好想一想哈、啊。那当然，近期以来的股票、啊，有些股票是创新高。好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来，这个叫 GIS 啊，这种股票是创新高，震荡整理之后啊，补量啊，还有机会创新高。这个地方你要注意，有心人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去发动，造成股价、啊、一路大涨，啊，这是创新高的股票。2454联发科涨完了吗？啊，涨完了吗？啊，这个地方都有小拉回嘛，小拉回嘛。
但是弱的股票你千万不要去，啊，不要去操作、啊。这股票你要看一下有没有人做，如果没有人做，啊，真的啦，有时候股价够低，你也不要去做出个买进的一个动作，哈、哦。这一米老师必须要跟你讲的哈、哦，你之前看到的一些股价，之前上涨的主流啊，来，比如说你看到苹果概念股的可成啊，你那个时候你去买，有人做，好、哦，有人去走了哈，哦，做可成这档股票，你看得准，你买得多。你真的可以赚到钱，没有错。好，你当时候知道 GIS 可能有大户要进去了，啊，可能有人去买了。你无论如何，你用什么样管道，你知道这个消息啊，大涨嘛，那你应该是赚钱的，那你应该是赚钱的，甚至你告诉一鸣老师啊。老师啊，这个上银哦，那时候在低档区哦，我看在你在节目里面哦讲了很久，哦，我真的去买了，但是我只有赚一点我就跑掉了哦，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了哦，啊，至少你是赚钱的啦，你不能说老师啊，这个涨太多了，这个涨真的很多啊，我才赚到一点点啊，其实有时候你抱不住了哦，抱不住的话也是没有办法。有的操作上面要改一下了哈，有一些股票趋势没有改变的，上银也好，这个沥青也好，啊，举了很多档股票嘛，康普也是一样，啊，你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什么消息？有谁跟你讲康普在这个地方可以买？啊，你如果这个答案是正确的，那你目前为止应该哦，每一档股票都有机会赚到钱嘛，啊。基本面很重要，我知道，哦，它叫做做所谓的电解铜箔的原物料。那为什么这么多档原物料里面，就它涨得最多？就它涨得最多，你告诉我嘛，股票是不是要有人呐、啊？啊，有人去买，啊，有人去买，有人去认同它，啊，股价才会涨嘛。老师啊，还有一档股票涨更多，来，这档股票了，来，龙城啊。老师啊，啊，今年涨最多是什么？这个啦。那个时候啊，如果说我跟大家讲啊，环球金这档股票涨五成、涨一倍，那你相信吗？啊，涨五成、涨一倍啊，那你相信吗？我相信你应该不会相信啊。啊，那后面拿给你看的，我说环球金啊，有机会涨五成、涨一倍啊。你一定会相信，为什么？你相信的同时啊，股价已经涨上去了。但是你当时候一鸣老师跟你讲的时候啊，你相信吗？啊，你的操作不要只有看基本面，不要只有看到技术面，股票操作啊，你还去看到底有人买，没人买，到底大户、中实户。他们对于环球金的看法，他们对于环球金的看法是什么？来，这个就是他们对于环球金的看法，这个就是他们的看法。那你相对的，目前为止，生技类股啊，啊，有钱人的看法是什么？大户、中实户的看法是什么？好，你可以慢慢看，生技类股到底会不会大涨？你可以慢慢看。我们先从第一档股票开始看起，哎，这是送给你的资料了哈，你今天一样可以打电话进来拿，好，那标王，啊，我们推出的第一档股票生技里面的标王，会不会标的特别快？啊，第一天起涨点还没有跟你算呢哈，第二天的，啊，第三天的，包含今天，啊，你有拿到资料的啊，你打开来你自己看一下了，今天还在涨吗？那这档股票叫生技的标王哦，我们推出来的第一档股票叫标王。那爆发股啊，继标王之后啊，也没有让你失望嘛。先来一个什么啊？先来一个标王啊，标王之后再来一个爆发。老师到底有没有爆发？这档股票叫百人研究，这么多人去研究它，到底有没有爆发？啊，有没有爆发？
这个应该算爆发了哈，这个地方应该买得到，应该被丢了哈。爆发之后呢，啊，第二天一样涨，第三天一样涨，哎，三天加起来18%，你不觉得很巧吗？啊，军工教人员啊，天天在炒18%，我们这张股票也是一样哦，啊，从低档去哦，这根涨停板哦，这根涨停板哦，开始省了哈，这根的哈，开始省了哈，剩个哎，刚刚好超过了哈，应该是超过了哈，多了我们就不要再算了。那今天有一档新的股票，我要加码，我要把我最好的东西拿给你，但是我只限定节目结束以后1分钟，好，我们名额也不要开放太多，就1分钟。来，我先跟你讲哈，这边有两个王啊，两个王会不会变成三冠王？啊，这边有两个王嘛，后面会不会变成三冠王？等着你来验证哦。限节目1分钟之内打电话进来的，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三冠王。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带领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分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致富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后靠弄底家啦！即日起升装韵达投顾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。